全面大学持续示威，反对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日前有学生占领校舍，被警方攻坚上铐，大批警力在校园逮捕将近100人。学生批评校方的做法违背哥大关注社会议题的悠久传统。全副武装的警察依序从高楼层窗户潜入建筑物，大批人马四处搜索，要逮捕占领校舍的学生。校园周边则看得到示威者和警力对峙，有些人被推倒在地，遭警方上铐带走。 为抗议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美国大学示威潮持续扩大。30号凌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破窗攻占汉密尔顿大楼，他们在窗台垂下印有“辛德大楼”的布条，象征将建筑物改名，要纪念在加萨遭以色列军队杀害的巴勒斯坦6岁女童辛德。 Pro-Palestine, human life deserves to be protected. So that's my perspective. 警方在哥大的行动逮捕了将近100人，但又事态升级。校长沙菲克要求警方继续驻守校园，直到5月17号毕业典礼结束。但从示威爆发至今，校方的做法持续引来学生批评。 We have not only like the privilege, but the responsibility to continue in the shoes of those who came before us, not necessarily all using the same tactics, but ensuring that we're able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is university as one that is indeed socially aware, one that does have students that do care deeply about what goes on in the world. 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是全球顶尖学府，长久以来引领社会关注重要议题，包括1968年的反越战、反种族隔离抗争，当年同样有警方进入校园暴力镇压，逮捕高达700人。如今各大学生再次站出来反对加萨冲突，可说是承袭了该校悠久的学运传统。公视新闻梁彦编译。